警方丝毫不敢大意，双手压着男子，一点都没有想到要松开。看看两个礼拜之前，男子拒绝拦查，开车猛撞，硬冲逃逸。 当时警方拍打车窗，拿地上的木棍，甚至开了22枪。男子驾车根本没有打算要停下，加速横冲直撞，逃之夭夭。原来他是要头，那就跟毒品跟枪支这个不有关联嘛，那当然是他极具危险性。那我们就长期在跟监他，然后在最适当的时间予以逮捕到案。 当天警方在游艺场前拦查，其实眼尖已经发现嫌犯就是曾经逮捕过的要头，但是他不下车，开车猛撞，还好大家机警跳开，没有人伤亡。逃了两个礼拜，终于落网。三立新闻邱少荣、朱雨荣高雄。